这堂课呢，我给大家讲一下，他们生活在青藏高原上，英勇善战。都学好了。高考的时候来的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好焦虑啊！没事的，也不一定会准时。哎，我在捡的，说两句。你会被生理期左右吗？从在意，现在到不在意，开始上课了啊！怕羞，却不再因此害羞。鸿运当头嘛，没什么大不了。沉住气，随他来去。开不了口的，老板，去下洗手间。大胆说出口。生理期会困扰我们，但休想困住我们。不被生理期左右。高洁丝，女生不简单。